个细小鱼轰动转台歌曲。二十年后，红人榜为了重现经典父子对唱。因为谢小鱼长大了就不唱了，我们一直要真的要找到可以跟你合唱对唱的，还真是困难。想要唱对听一次父子情深，很难。因为能够跟像谢小鱼那样子跟谢雷大哥合唱，真的很难。因为小鱼那种台小孩子声音啊。非常的清新，然后真正的小孩子，我不喜欢那种小孩子唱得很老气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请唱线半蹲，然后呢没有我因为他从小就跟他差不多，他从小就跟他爸爸唱这首歌，你唱两句我们看谢雷大哥说 不 OK。 哎、啊、是爸爸姓，我爸姓没了，你唱你的部分就好了。你头呀，你头呀，你头。哦，别再，别再。嘿，吉娜西亚，你是哦，好，我做正音。你头遐尼大，天气遐尼热，爸爸你敢没水打？哎，不错嘞，真的不错。好吧，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。是，所以我们真的找一个小孩，我们找了一个小孩，希望你可以跟他真的找一个小孩，真的。阿弟麦来黑根哈，因为你是歌坛的巨星哈，那个嘿刚出来的小孩都要 Q 掉了。啊，我 Q 就顾呢，我为中华。谢小鱼，我是佛光山捡到的。啊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他在念经的时候被你捡到、啊他走失被我捡到了。哦，好呀。啊，记得起去。中华大家好，我是杨东林，今年七岁，我为中华得回来，大家看到我有欢喜吧？好厉害啊！试试看啊，你也要这条歌你练多久？啊，你北京亲亲，你无打个招呼，我是谁？我谢人。谢人。你叫，你叫大哥的电话，你还叫阿公，我把一个油炸。对对对，这有两个，这有两个叫大哥，安尼系啊。哦，北京亲亲，你有听过吗？哈。唔吧，人叫我学我就。哦，能叫有哦，好好，蛮、哦、强，所以他没有谢小鱼的阴影，这样子對對對 ，OK 哈。好，所以阿丽今嘛来跟谢雷大哥合群看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知道这是就荣幸的代志，是讲你也听无，跟先不做荣幸安尼哈。是这是这是第一歌坛的巨星的巨星巨星，你知无？哎、欸，我是吃到要五十岁才拄到伊跟他同台呢，阿丽是六岁就可以跟他同台呢。我你当时要合唱啊。来得近一点啊，那个谢谢哈。哦，那我们来欢迎两位，好不好？好，北京金青，好，来欢迎他们，谢谢。目屎沾着被单，
受着世间，搁需要人疼，苦甲艰苦也着行。谢谢你大哥，谢谢。谢谢